说的那块钱，我应该也就说没有问题。那就说不是，是做另一个东西，他那个地方只去买了16块钱出来，然后就是说买20块钱出来嘛，然后就是你们是个远程监控的，因为他要打那个啥，反正全身是几台的，就现在是有风险，然后但是你不说几点，然后你他就走进房间里了。那你要上去吗？他不了，他都是住的安全，但是他里面有5台吧？不是都是安全？对对对，16加9 21，那你就他都可以说，然后你拿20，上次是22嘛，你就直接让他找你拿20嘛。嗯，但你同意他就可以查了。你让我怎么办？我当时想下个出啊，你这个没有出，还有就是你们那边主要下个出没有出，因为我们现在才16单，一个单下个是2台是吧？对。行呗，因为我不能单独出，我单独出他就全部出。那行啊，谢谢。那你要确定下来，然后到时候有变动啊，可以可以，回头去打，谢谢啊。每天要做四个那个啥，那也可以分模。我跟他老公去学的，你们要什么？要什么？啊？那你问我啊？问他要什么呢？他的好，这个好贵的呢，180块。